少年蓝湛坐上船，跟魏婴一样随意盘腿而坐，看上去十分不雅正。魏婴说：“那个蓝湛，你叔父和你兄长知道你来云梦找我吗？”蓝湛点头，知道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魏婴擦了一把不存在的汗，专心划船。蓝湛，你把船桨拿起来，我们一起划更快。蓝湛依言拿起船桨，照魏婴说的做。 跟魏婴一左一右划着船，很快，小船划到了一处莲塘，又划进了莲塘深处。粗壮碧绿的荷叶几乎把人都挡住。魏婴艰难地把船划到莲塘中心，停下不动了。四周都是荷香，有的荷花环开着，有的刚刚凋谢，有的却已经结了莲蓬。魏婴随手摘了一个莲蓬，剥开一个莲子，尝了尝味道，眼睛一亮。 把手里那根莲蓬丢过去，蓝湛，甜的。蓝湛稳稳接住，学着魏婴的样子，慢慢剥开一个莲子，放进嘴里。甜吗？他点头，很甜。魏婴就笑，继续摘莲蓬，摘一根扔一根。不一会儿，小船上就堆满了莲蓬。好了，这下够你吃了吧？蓝湛，还要吗？那边蓝湛的脸完全被挡住，魏婴。 太多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个一起吃，很快就吃完了。魏婴拿起船桨，现在我们快跑吧，等下老头要来抓我们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莲塘的主人是个须发皆白的老大爷，他拿着一尾长竹竿，远远便喊：“臭小子，又来偷我的莲蓬，看我不抓住你一顿好打！”别跑，蓝湛，快划，快划！ 老头拿竹竿打人可疼了，然而小船载了两个人和一船的莲蓬，越着急越容易卡在莲叶之间，动弹不得。之间竹竿一挥，魏婴连忙低头躲过，可苦了蓝湛，猝不及防就被扫下了船。蓝湛，蓝湛，你会不会游水啊？魏婴一急，顾不得躲了，扑通一声跳下水去。蓝湛落了水，虽然不通水性。 但并不慌张，先是闭气，然后使出灵力和靠着水的浮力，慢慢往上浮。魏婴一下水就直奔他而去，游到他身后，一把捞住他，奋力往船边游。这时，莲塘老头也到了，他看到两个少年落了水，没有痛打落水狗，而是等他们都上了船，才拿竹竿不轻不重地一人打了几下，喝道：“没有下次了。” 还不快滚！谢谢老头，您的莲蓬我买了，回头您去莲花坞拿银子，就说是魏无羡。老头划船走了，魏婴小船上的莲蓬也摇落了一大半，两个少年都湿哒哒的，对坐着面面相觑。半晌，魏婴哈哈大笑：“蓝湛，对不住啊，你看你这么狼狈。”蓝湛瞪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还不都是你的错。” 我都道歉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呛到？蓝湛摇摇头，捞起湿透的衣服，拧了一把水。衣服这么湿，用灵力也要烘半天才能干。魏婴出门没带乾坤袋，没有备用的衣服，只好说：“蓝湛，你跟我回莲花坞换衣服吧。”蓝湛把湿透了的头发往后一甩，点点头。 一路畅通无阻，进了莲花坞，再回到自己房间，魏婴啪的一声把门一关，还没到衣柜，就先把自己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，一边脱还一边说：“蓝湛，你也把衣服脱下来吧，万一着凉就不好了。”蓝湛没料到他这么不拘小节，连忙转过身去，却还嘴硬：“你先换，我没事。”魏婴换好了中衣和亵裤，外袍随便披在身上。 就给蓝湛找衣服，边找边问：“蓝湛，你穿紫色、红色还是黑色的？我没有白色的衣服了，都可以。哦，那就穿红色的吧。红色的好像大一点，你比我高一点，穿这个正好。”魏婴拿着衣服一转身，看到摘了抹额、指着中医的蓝湛，一下子忘了要说什么了。 蓝湛看着他，上前几步，从他手里拿过衣服。怎么了？哦，没，没事。你换吧，我去厨房叫吉神煮两碗姜汤。魏婴匆匆走到门口，推开门出去，又把门给关上了。盛兰湛自己在房间把湿衣服一件件脱下来，换上了魏婴给他的红衣服。魏婴端着两碗姜汤回来时，蓝湛正在研究魏婴床头的小人画。 这是你画的，魏婴看了一眼床头画着的亲嘴的两个小人，脸一红，说：“随便画的，别当真。”你过来喝汤吧，吉婶不在，这是师姐煮的。蓝湛就坐过去，一碗姜汤喝下肚，整个人都暖了。魏婴看着蓝湛笑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，没喝到师姐的莲藕排骨汤，喝姜汤也不错。 蓝湛慢条斯理喝完了姜汤，把空碗轻轻放到桌上。嗯，接下来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嗯，你想去哪儿？街上，你说过要带我去吃好吃的。街上有很多好吃的，让我想想。魏婴站起来，拉着他往外走。走吧，到了街上再看你要吃什么。蓝湛任他拉着，抹额湿了没有再系上。 而是和魏婴一样，用红发带随意绑了起来。走着走着，魏婴看到路人一直在盯着他们看，不由得松了手，回头看蓝湛，他一身红衣，没有戴抹额，没有束发冠，头发和他自己一样用红发带绑着，看上去就像另一个魏婴，可是又比魏婴多了一丝清冷的气质。蓝湛，你这样好好看啊！魏婴脱口而出：“很好看。” 嗯嗯，蓝湛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也好看。”魏婴傻了，怎么了？蓝湛，你可不可以多笑几次？蓝湛微笑着说：“不可以。”魏婴把蓝湛拉到他常去的烙饼摊前，老板，来四个烙饼，两个加辣，两个不加辣，回头记得去莲花坞结账。好喽，魏公子，这是你朋友吗？看着眼生。 不过长得可真俊啊！是啊，他是姑苏兰氏的二公子，特意来找我玩的。那你可要好好招待人家。那一定啊！渐渐的，魏婴忘记了这是在做梦，梦境一点点唤醒了他的记忆，让他以为自己还是那个在云梦江市长大的无忧无虑的少年。最后，魏婴把他拉到郊外一棵大树下。蓝湛，这棵树我也爬过。 蓝湛抬头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就是一棵普通的树。我刚来江家的时候，从这里摔下去过，后来是师姐把我背回去的。为什么会摔？太高了。爬的时候不知道，要下去的时候才知道害怕。”蓝湛耐心地问他：“为什么要爬那么高？”“因为有狗啊。”魏婴想到就害怕。我最怕狗了。狗有什么可怕的？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，很疼的，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痛苦的时光。魏婴下意识抱紧了自己的胳膊，蓝湛转头看他说：“没事了，现在你有灵力，不怕。”魏婴长叹一声说：“可我就是怕啊，一听到狗叫就忘记自己会法术，也忘记了跑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狗过来。”蓝湛想了片刻说。 以后我帮你赶狗，谢谢你啊！魏婴笑道：“江城也说过会帮我赶狗，我跟他不一样。我知道你说到做到吗？江城也很讲义气的。我不认识你之前，都是他帮我赶狗。嗯，蓝湛，我想再爬上去看一看，你来不来？”蓝湛摇头说：“我在这里等你。”魏婴就抱着树干往上爬。 很快爬到树枝分叉处坐着，对树下的蓝湛说：“真奇怪，小时候觉得树好高，现在看也不过如此。”“你长大了？”“对呀、啊，我长大了。”魏婴看着他一身红衣的蓝湛就站在树下，好像不管怎样都不会走。他忽然松了手，蓝湛接住我呀！蓝湛朝他张开怀抱，把他稳稳地接住了。魏婴抱着他的脖颈。 看着他浅色的眼眸，一时之间有些恍惚。蓝湛却把他放下来，问：“还要带我去哪里？”“没有了，都带你去过了。”魏婴理了理自己的衣衫，说：“要是你冬天再来，我就可以带你堆雪人、打雪仗了。”“哦，明天我们也可以去打山鸡。冬天云深不知处也下雪。”蓝湛说：“但是我们不堆雪人，也不打雪仗。” 那你们干什么？静坐赏雪。